22号在台北小巨蛋正式开跑，开场后三人气势非凡，这也是 SHE 三人重新出发的一个重要里程碑，其中对 Selina 的意义更是重大，任爸及老公等亲友团也都到场加油助阵。你们都是打赢仗的战士，因为只有两天的票，你们抢赢了。你们都是 winner， 恭喜你们！三年时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一场演唱会对我们三个人意义很非凡，尤其是对中间的这位 Selina， 来，你跟大家说说话吧。我们三个人很早以前就开始做准备，我们做了很多的体能的训练，来，你秀下肌肉。我们现在像摩托女战，我要训练那个，我要表演伏地挺身。好，可以。SHE 演唱多首经典快歌来证明自己宝刀未老，在接连的快歌掀起高潮之后，抒情歌也是让全场歌迷跟着大合唱。全场歌迷更玩起互动式荧光棒及 3D 立体投影幕，让粉丝们大饱耳福之余，视觉上的响应也是超级震撼。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